聊天界面，哎，聊天界面是最大的呀。无处可藏。新版本改了，改就很小嘛，这个聊天字，聊天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虚伪打一套，香味消耗一波，直接拉开。冰死了，冰太多了。我从不妥协。他们活不长了。First blood. You go to the这里假装回城，等他把线推了。再出来扔两个 W 就行了。好，四敌半，这波炮车兵回家。炮车兵回家，亏损最小化。为什么四敌半呢？因为我们一般到四敌半这个时候状态都已经很差了。四敌半是我觉得的正常的极限。不能吧，专注。不会吧兄弟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我也打一套，这么嚣张的反野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这要妨碍我，去中去中，啊，开始吵了，我操，压力来到了，上压力。Hello， 这不蓝不够，不让他死，我们就吃果实去打团嘛。快走！
has been slain. 来追，再追，走，A 一刀 ，W 挂上，又 A 一刀，无处可藏 ，A 一刀 ，W 二段挂上，想个想，算了，浪费时间。只有傻瓜，整不了了。怎么还能吸血？哎，话说拖了那么久，二杠零为什么不变成450呢？挡金呢？哎呦，后车没了。速战速决吧。咱们劣势这么大都。没办法搞成这个赏金吗？5:7啊，杀沙弥拉，杀这个卡玛之前4:7。不妥协。啊？压力这么大。他们活不长了。我操！回旋镖已经回来了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每上一个号全是那种连胜的，压力也太大了。只有 EL 机制啊！游走于刀尖之上，恐怖游戏 W 抢掉，哎呦，差点！就 A 一刀，一个 W 触发站位，骗他个啊，赶紧走，毫无意义。处可藏，进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翻进去，先卡视野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Killing spree。舒服了，还行。这一波渡城，一层还是两层啊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再吃一层，我要爽吃两层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Shut down。逛淘宝发现了啊，兄弟，他逛淘宝逛回来之后看了，我的发，我也在逛。Shut dow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不是，这怎么有个人呢？我刚想说逛淘宝刚回来看到脸上有人在吃冰，我服了。有毒吧，兄弟！速战速决吧！我从不爽吃。OK， 上单已经道歉了。上单先道歉了，我操！他们活不长了。
下野府骂起来，上单道歉了。冷挺好，你想怎么跑呢？月老呗。赶紧，我操，这波不是相位我就扛塔扛死了。艾克怎么这么快就出去啊？你搁这骗我呢你在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他可以再扛一下，我要不是香味我就死在这了。给我骗进去扛塔，我真傻了。拉得到一个点燃，观望一下，不着急。W 一个一个杀，再一个 Q A， 再一个平 A 收掉个。这样我没大招，还不能贴点燃枪。等我个大，点的闪电榜是吗？往回一个 W Q A， 先帮他挡一枪 ，A 一下，走位躲一下技能，等一下 C D， 突然一个 Q 闪 A 回头，慢慢拉扯，一切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完美。那虽然我们没有大招，但是我们的一个进场时机、出招方式，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有一战之力。我从不妥协，对吧？你不要说你没大招，你就一股脑的往前冲，那就是莽夫送死敢死队，你再送。像主播这才叫拉扯啊！这波不值得一波六吗？我希望出去看到满屏的六，兄弟们。妈拉扯了半天，你看这所有的墙全翻了，一片红。一片野区全红了，我操！我搁那跳来跳去的，人昏了。咋敢的呀兄弟，拿枪不去你也一逼打不过啊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上路抓不了。你刚发现吗？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W 复发相位，强行追上去，一个平 A 挂场，一个平 A 挂场，一个近战 Q A 一下，死。还在打，哥几个是不是装的有点太过了？我这边杀完中单了，还在打。上来你拍。只有傻瓜才会哇，到处都是机会。真的浪啊！速战速决吧！你看，对面很浪，我们也很浪，都很浪，但是我们男刀就是一个。最爽的人啊，想去哪就去哪，有大就杀人。我从不妥协。
把我能打的伤害都打出来，蓝枪交闪。这波我寻思了半天，能杀蓝枪好一点。他交闪也没办法啊！妈呀！妈呀！游走于刀尖之上。交闪下波再杀他就好。这波杀 AD 不行，杀 AD 的话蓝枪把我收了，我的八百块他一拿。回家无尽什么都掏出来，玩不了。得看他们最关键的人。Nice。这里二塔他有机会能吃，我们可以放弃两个兵，观望一下，看维克托上不上钩。这么稳，二塔七百哦。这都能忍，兄弟，怎么做到的？大招加速，往前一个翻墙，往前一个翻墙，他没闪的，这我知道。W 回头走位阶段减速，剩下交给队友。我的大人头不能血了，现在我们是大人头，八百五。死一个相当于死三个，活着比死的赚啊，活着比杀人赚。速战速决吧。艾克在干嘛呀？你小子不会死这么多才敢说话吧？还行，这是大树说的。我从不妥协。要拿去的，在埃欧尼亚。为什么现在游戏里看不到段位？今天已经好几次中 bug 了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在打玩匹配呢啊！这排位兄弟们，你打不了挂上。啊，他应该在放野。吓死你！八香味加速拉开 ，AD 已经死了，我们再去杀一个辅助，杀了就行。作为一个 W 已经死了。啊！毫无意义。兄弟，下路还有个维克托。哎呦！这一炮，好。怎么杀米拉不是刚一直狂背吗？怎么抽神了？艾克现在小脸通红，你没事吧，艾克？要不现在道个歉也来得及。啊！外卖，外卖到了，谢谢啊。还是那种闪送外卖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速战速决吧。还有这种好事啊！我从不妥协。
不动摇。就 RA 拉刀亵渎。回家出个夜之风刃，现在夜之风刃该出了，不然我刚才你看我夜之风刃没有对吧，我就去到哪都很限制，如果草里有个人在蹲我的一千就没了。有这个夜之风刃对吧，我们优势也可以打得勇敢一点啊，不用畏手畏脚。没办法，毕竟我们现在大人头，稳一点啊！一 K， 去威亵渎 ，OK。对的，按照我们刚才的所说的话，一般我们就第一件幽梦，第二件亵渎，第三件就是夜之风刃。这把属于是优势比较大，所以我第三件出的这个功力圆弧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又对我们的一个这个自身的一个进场时机很关键。你大龙啊！这应该我上去的，还好南翔没来，艾克好急啊！无处可藏。这应该我去的，如果刚才他上去杀，虽然杀了，就 RA 亵渎，走，左桌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。朋友们叠满了是吧？主播什么时候休息一下？什么意思？速战速决吧。就是一天哪天不直播休息一天是吗？也确实啊，把敬业二字打在无名上，兄弟们，我操，主播已经连续小半年没休了啊，过年没休，甲流也没休，啊，确实比较敬业。他真的不哭死，他们活不长。翻过来 W OK， 逼个闪，压力很大，没闪了兄弟，算了，这一波他已经逼了他一个闪了，我们下步再杀他。完了，为啥一直在那装啊？怎么脸上？你怎么打我半血了？他偷袭了我两次是不是啊？不可能一个 Q 就半血吧，哥，肯定放了两个 Q。大刀加速拉开，闪现拉开，再一个翻墙，一秒翻出两里地，兄弟，你想杀我？你纯是想太多，毫无意义。哇，兄弟，赶紧终结游戏吧！压力好大呀，真的要被翻了，我感觉。
跟我呢，亵渎大刀取消掉他一阿回来一个平 A 搬走拉开普通呀，杰斯的一技能采取动作已经出来了，被我们的隐身取消了。只有傻瓜才会想回神，怎么回啊？想杀我，不给你打。哎，慢慢拉扯，就从侧面进场，我们人多不用慌，入围拉扯，我前两天不是刚休息吗？没有，我那个是迟到了，我十点没准时来，当时我十点半就来了，不是哥几个十点看不到我，然后我十点半开就不知道了是吧？W 大招怎么就败血了？六 A 亵渎一个 W 翻墙走位接着段啊！分别，我说的是你杰斯啊！别跟艾克装啊！这么疯狂、啊、谁养的谁养的，我的一千，我这一千在他手上跑了多少次了，我的一千要给他是不是记了呀？哇操，主播的一千块在他们手上死里逃生多少次啊，弹头都没给到他，还这么呢？我刚一千给他记了，感觉他回家是不是破甲了？无处可藏。脱甲了，兄弟！那就抓个蛋吧。亵渎，走！我在飞。死了一个，等五个大，五打四，大龙翻盘，大龙结束。我操！这搞得我都以为这劣势，不一看还领先十多个头，怎么回事啊？前期是劣势，现在已经打回来这么多了呀，怎么还这么难啊？大刀取消他 EQA 死，往前一个翻墙过去一个 WAAQ 死，往前一个翻墙加速二次翻墙躲他啊，不慌，往前一个 QA。大刀庆祝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，打团的思路你要学，兄弟们。飞波满分十分打几分？主播带飞，五个人杀三个。那大龙吧，哎，他把加上了，不是啊，对面摆了。哎呦，对面把加上了，我们没有接上。话说大龙为啥不来啊 ？AD， 我就说手法有点眼熟，还真是夜刀神。就我刚才这波打团，真认出来了吗？没办法，来说毫无意义。主播的风格太容易被认出来了，感觉。
想走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抓一些龙。怎么打着打着还看上弹幕了？这小子的，好好打，好好打。W 闪去 I 亵渎一个点燃，流血流死，哪来这么肉啊？维克特死之前放了个 R。小龙小龙小龙，啊，我得回家埋复活甲，不然我这进场太危险了。全正好，完美。无处可藏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去喂亵渎，相位，相位，相位。哇，好好打，玩一波结束了。追上，追上，三路。一波，他们活不长了。哎，这精彩。伤害打满了，两个满血打到残血。哎呦，我操！一个个知道在直播这怎么都搞起来了呀？紧张了，我就说了不可以。遇到主播的时候，你看这对暗号你多好，一个个都知道在直播，结果都是啥操作？你看 AD 一开始不知道在直播，他也不打字，知道在直播，开始打字了。大树来了一手撞墙，我操！艾克跟打野跟弹幕喷起来了。
我的妈呀，这么成分这么复杂吗？这把你对于中队伍来说毫无意义，再拖真翻了，兄弟们，这把我刚大人头谁拿了？杰斯拿了，杰斯也六神了，兄弟。Hello， 维克多，打补加一线，多一个点燃，一个平 A 翻出去，你看维克多都起来了，他都能跟我一换一吗？我后期乏力了，我死这两次，刚第三次，兄弟们，我这一千块多了一整把。两个复活甲，咬死啊！卖成啥吗？霍顿，塞瑞尔达已经没用了，复活甲已经没用了，护甲鞋来一手。OK， 可以吧，兄弟们？感觉只能这样了。发现一个问题，他们开始肉起来了。戴瑞尔达该出山了。Hello， 交闪了是吧？反应还挺快。水龙风龙我给他们算了，请问这夜道好久不见，新手哥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你啊。哎呀，压力也太大了，这把真别拖了。现在就你们看到画面，不是说我们这边玩的有问题，是我们现在这个英雄已经进入到了乏力时间了。很垃圾的英雄，早就该结束了，终结不了游戏，我们这边一直在浪。杀两个，杰斯没有复活甲，拜拜，先杀一个，侧面进场，去 A 一闪拉开，先打点伤害，兄弟，趁他回去补血，我们赶紧把脚兵呢扛塔，哎呦，辅助得扛塔呀，还刮伤呢，我的。哎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真潇洒。